杨怡蓓杨老师，我们掌声欢迎。好，我们现场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很开心哦，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凤凰文化街，也就是在我们这条海岸路上最当红的一条一个街。在这里呢，我是今天的下午大概3:30到5点的时间来做一个表演的老师，我是古筝怡蓓老师。在这里会来为各位带来一连串的歌曲，不管是我们当红的歌曲、炫技曲、动漫曲，还是台语歌曲之类的都会出现。那当然，如果呢我们现场有大朋友、小朋友都想要来做点歌的话，欢迎随时过来直接跟我说，或者是来跟我们旁边可能穿背心的或者是旁边的工作人员来点歌都可以。基本上呢，我有谱，我有伴奏的话，我都会尽量的去来完成你们想要听这首歌的一个小愿望哦。那首先第一首歌曲想来为各位带来小炫技，然后它主要是有结合一点摇滚跟电音风速的在里面。这首歌曲《千盏》。